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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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持得，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请换掌。同学们好。阿弥陀佛。还愿比较慢。我们今天讲南山立在家悲难悲心篇。悲心篇可以说是南山立在家悲难比较好讲的，所以同登法师对我不错，找一篇比较好讲的让我来代讲。南山立在家悲难最主要是在家人学戒律，这一本是弘一大师著作。力学最主要是讲规则、规律。为什么要学戒？在大乘六度妄恨当中，布施得富有，持戒得人生，这就是戒律的定义。你持戒就可以下辈子得人生，如果是大乘的学习修行者，叫做暇满人生。为什么叫做暇满？施等助伴，无垢净焰，说明了这个清净无垢的焰，指的就是焰菩提心。小乘以出离心为主，没有菩提心，所以小乘证得果位，证得阿罗汉果位的时候，进入他的极尽乐，他不来利益众生了。他们是以出离心、出离烦恼的心、出离三界的心而做修行，他们所修行的法门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各有四个形象。所以通常我们会讲四谛十六形象，以这个法门作为他们的所缘。但是菩萨修行的时候是以六度成就自己，四摄帮助他人。因此讲到暇满人生，唯有大乘才有，所以叫做施等助伴，布施直接能够精进禅定智慧。前五度都是戒，前四度就是禅定的基础，又叫做戒律。定是六度当中的第五度，静力禅定。慧就是六度当中的慧度。从菩萨的六度当中来看，前五度属于世间法，叫做世俗地，也叫做福德之良。后一度叫做智慧，叫做智慧之良，叫做无漏法、无为法。所以从六度我们就可以分出二谛的整个内涵。因此你要成就无上菩提，你必须要后面二度止跟观，止观算印，就是什么他以毗婆舍那，你才能证得世间的一切果位。世间的一切果位指什么呢？指资粮道跟加行道。出世间的果位就是见道、修道、无学道。
你都必须要直观算因。因此前面的前五度叫做福德之量，后面呢叫做智慧之量，以二种之量成就无上菩提，它是整个六度的脉络。那为什么要持戒？我们这一生，请问各位，造的是善业还是恶业？我们念头善业比较多，还是不好的念头比较多？不好的啊，完蛋了。你每天都不断的在串习这个不好的念头。什么叫做串习？就是不断的复习。其实串习、复习、修习就是修行，不一样名称，同样内涵。你的念头，这个念头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请问你临终会不会出现？几率是不是比较高？如果你看到这个人很不舒服，看到家人那个也不舒服，他所做的事跟我好像没关系，不是我想要做的，或者我的做法跟他不太一样，你会不会起排斥？会起排斥。排斥是什么心态？贪嗔痴的嗔还是贪？嗔心嘛。排斥是不是嗔心？你做错事会不会排斥自己？自责。你不会自责骗人吧？一点点啊。你做错了事，你会不会很难过？你会不会让自己很难过？啊，被骂的很难过啊！你被骂之后，你想一想会不会难过？啊，你自己认为我这一件事不应该做，结果我做错了，很没面子啊，这很丢脸啊！被人讲啊，你不断的自责，会是不是会让你的内心不快乐？啊，因为这个就是烦恼造成，内心不寂静，就是嗔心。如果你心对得静，你跟人家交谈或者处理家庭事务，或者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你看了那一块也不习惯，看了那一块也排斥，你临终的时候这个心有可能会出现。那你平常坐在修行嘛，来佛堂里面诵经拜忏，还有呢你平常也在修学佛法，你的佛法在生活上没有办法用到，所以你没有办法改变内心，你的心呢依然存在你自己的想法里面去解决人事物。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心恶念比较多，确实也对了，《地藏经》里面不是吗？南瞻部洲的众生起心动念都是恶，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临终你要得人生有机会吗？好像机会很少。如果你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机会高不高？好像也不高。所以在《阿弥陀经》里面讲，不得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讲的是你的心。所以我们刚才讲把事再把它拉回来，为什么要学戒？为什么说要讲南山立在家备难？在家人所学的立学戒学，我们刚才是不是讲布施得富有，持戒得人生，这是定义。布施能不能得人生？你做了很多好事会不会得人生？不用，不一定。从定义来看，布施是得富有，持戒才得人生。我们的社会，我们遵守了十善业，社会上国家上的善业，你得人生就有了基本上。但是你要得暇满人生，我们刚才讲了，暇满人生是以大乘菩萨来谈的，施等住伴无垢净宴，施等住伴就是六度，还要加上清净无垢染的愿力，这个叫菩提心。这菩提心你会分成几种？两种，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所以
有人刚才同学在问为什么要讲戒律，对我们生活上有什么 关系呢？因为戒律是得人生，你下辈子是不是要得人生？你如果你没有去西方极乐世界，你要不要人生再继续念佛？那你得人生的时候，你请问你经济能力要不要好？要好啊，所以才有空暇的时间来学佛。空暇的时间来学佛，还要一个善知识教导你，这个才是暇满人生，有空暇圆满的人生。如果你有钱没有学佛，没有善知识教你，你没有遇到好善知识，不暇满。你有钱但是呢不圆满，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暇满，为什么有暇满？所以六度当中第一度就讲布施得富有。有一些人说钱多也没有什么用啊，或好像贪，不贪，这是你上辈子都累积起来布施得富有。那如果呢，我上辈子都没有布施，我今生来到人生，我能不能得富有？只要你依照社会上国家的定义，然后好好读书，好好用功，好好勤俭，好好理财，你还是可以得富有。不然大家周围误以为我过去有布施，所以我今天才富有，我过去不布施，我今生就不富有，是错的，这叫不圆满。我们过去没有造布施的业，今生能不能造布施的业？还可以啊。你过去没有造恶业，今生会不会造恶业？也会啊。只要有你烦恼，就会造新业。那我们布施的业是在世俗地所含摄，没有出离三界的心都是被烦恼所控制。但是在《记舍论》里面谈到，你所行的善业它是可以纳入十善业，得人生的条件。那这样各位就比较清楚为什么要持戒，为什么要讲戒律，为了下辈子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还会得人生继续念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戒律就很重要了。那戒律是指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可不可以用得到？用得到啊。你对我不友善，讲一句话让我难过，我在难过的当中我会对你起排斥。我看到我的心对你起排斥的时候，是不是嗔心起来了？这个叫我们经常讲烦恼对境起现行，你过去的等流，你爱发脾气的心就把你勾起来了。 我的内心开始对他不认同，起排斥。这个排斥的心，如果是修行者，他很厉害的人，他这个还没有出于生活，他就发现他的内心有嗔心出现，那个时候六度当中的安忍就出现了，是不是？就把他安忍给下来，让我这种恶念的心不会在心中住更久的时间，安忍的作用出来。所以呢，戒要清净，要认识烦恼。如果烦恼不认识，戒不能清净。讲更粗一点，戒要做得好，你必须要了解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请问我排斥你的心是什么果业？是什么因？是嗔心的因，是烦恼控制的因，是不是？以后呢，死掉有没有可能堕入三恶道的机会？有啊。所以讲戒得人生，就是平常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就注意我们的起心动念，注意我心对的环境，对的所有人，我的个性跟的个性不能吻合，我们就要来有包容的心，有慈悲的心，看到我不慈悲的心，不包人家的心，你就会呢钻研自心，改变内心，临终的时候你就善心而走，
不管你要往生希望极乐世界，或者要得人生，变成事无障碍。啊，这个就是讲戒的基本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讲中体篇，也不是讲持幻篇，我们讲的是别行篇，懂不懂？那别行篇重不重要？你们有没有去过道场？我们现在佛陀教育基金会这个十二楼是佛堂，是不是道场？在家居士的道场也是道场。是道场啊。真正的道场在哪里？心里。心里陈琼如，对不对？讲对了。你心里有法，处处都是道场，是不是？道讲法，心中有法，这个场合可以让我改变内心。你要改变内心，是不是要看到我的问题、我的烦恼？我的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你要看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太痛苦了。你不要像猫等着捉老鼠一样，不要等待，等待我的心是善还是恶，太痛苦了。你要有一个善所缘境，我要慈悲的对待他人，是不是？我的烦恼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的慈悲心不断的在进行。菩提心里面的慈悲心所菩提心所设的慈悲心，迈向成佛之道。所以我是为利有情愿成佛而修慈悲心。那慈悲心呢？我在修是为了要成佛，改变我的内心。我在改变我的内心的当中，如果有烦恼来，有障碍来，有恶念来，它就障碍我的慈悲心。我的慈悲心所缘境皈依法就不见了。是不是我皈依什么？依靠慈悲心这个法来看到我的个性。哦，原来我是很喜欢生气的。啊，这个生气的心不太好，它障碍我的慈悲心的增长，所以我就要把它拦住，然后把它调伏。这个叫做戒定慧。戒是捉烦恼戒，你认识烦恼戒。定呢是绑住烦恼戒，完全细分的烦恼把它调伏下来。慧才是拿一把空性的智慧把烦恼的根给斩断，就是捉结、绑结、杀结。杀什么结呢？烦恼结，然后处理的三结。哦，这个是为什么要讲戒这么重要。但是我们到各个地方的道场，或者各个家人的家里，把它当成道场一样，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啊，就是你生活上都可以用得到。所以这边今天要讲的是南山内在家备览别行篇的部分。那别行篇的部分呢，我们可以把它翻开我们今天的版本。这边的佛陀教育基金会有印了一本课本，第一页。那如果是南山立在家，像这本南山立在家备览呢，是在第几页？我看一下。各位如果家里有，我所上几页啊？226页。好，226页。那我们就来看南山立在家备览列篇别行篇。这边有一个科判，我们就直接来看科判。其实我稍微介绍一下他的科判啦。南山立在家备览他总共有四篇，里面所上拿的是别行篇。如果是课本上哦，整体的它有四篇。一个第一篇就是中体篇，第二篇是持幻篇，第三是忏悔篇。持幻篇意思说你受了戒以后你会不会换，会换戒，或你会持戒，是不是？那你该怎么办？后面有第三篇就是忏悔篇，第四呢就讲别行篇。所以我们这个页八页都讲别行篇。那别行篇我们就看文。别行篇这个科判啊，
别行边中分为六门。第一个就是敬佛遗像，恭敬陈氏佛的仪轨，这个仪式的相状。他直接翻译就是这样。第二，入法入世法事，入世就是进入了试验的方式，它的规矩。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佛陀教界境内这个佛堂，你进来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规矩。脱鞋，对不对？它里面有一可以穿进来的鞋要换一下，因为我们在外面走路，可能会有尘沙，会跟我们的鞋搭在一块，你进来就会把大殿给弄脏了。所以他们规矩是这样。那你进来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要礼佛三拜？哦，有这个规矩，那这个后面会讲。我们先把这个科判介绍一下。第三个，造像塔式，建造佛像、建造佛塔、建造佛寺的准则。最主要，我们先把这个科判它的名称搞清楚就好。第五个，泥珠非法。泥珠非法指什么呢？远离诸多非法，当中讲到我们不可以呢，个别请僧众居士，不可以塑僧众的食物，不可以拿试验的僧团的食物，懂不懂？比如说你到了试验里面去，你不要呢。你看那个地瓜叶，哎，长得不错。我们的地瓜叶都没有长得那么好。哎，这个地瓜叶长得很茂盛，啊，看起来很青翠，他，啊，就把它摘一朵，摘一点，啊，然后回去要种，这样也不对，是不是？你进入呢试验里面，你就按照试验的规矩。你到了试验，即使不可以。拿僧众的食物，除非这个出家人他请你们拿，你就可以拿，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很平常嘛。我们在家里到你家里面去，我不能乱开冰箱拿了东西就走吧，一样的道理吧，是不是？这是吻合人世间 的道理。那第六种呢，出家宗旨，介绍出家的缘起。什么叫做正确的出家正知见？还有讲到出家修行的纲要，出家人应该修学菩提心，以厌菩提心为主要。那出家人要是不是要建立正知见？要。所以呢，出家宗旨就在讲这部分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呢，首先这六门当中，我们要讲第一门。第一门指的是什么呢？敬佛遗像，又分成两个科判。第一个，先是敬仪。什么叫做先是敬仪呢？首先显示恭敬礼佛的方法，这个叫做敬仪，是不是？第二个，证明镜像，正确说明恭敬的相状。什么叫做恭敬？其实对恭敬这两个字不清楚，你可以查字典，恭敬是什么。我们以一般的恭敬，然后是一般的恭敬，那我们对佛或者三宝的恭敬，最基本在做人的道理上都要做到的恭敬啊，这个恭敬呢，我们就会慢慢来做说明。首先我们来讲第一点，
先世尽矣。什么叫做先世尽矣呢？只是呢恭敬佛宝的仪式。先世佛宝的仪式呢，它分成有五种。这五种第一项就是受用功德，也就是受用功胜。哎，这个功胜就是殊胜的功德。我看一下他这边有写，看一下里面的版本。对吧，哦，这边有写到受用功胜，胜这个胜就是殊胜，功就是功德。好，那为什么呢？这边又讲到佛受用的境界，就是佛受用的物品，代表佛的功德是最殊胜的。那最主要它是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让我们修学佛法的人，我们面对的境界，我们所要恭敬的对象在哪里？就是佛。我们说三宝，佛宝、法宝、圣宝，是不是？那这个法宝是从哪里来的？佛成佛以后先说的法要，所以佛留下来，我们才有机会来学佛，处理三界，成就无上菩提。我们看到佛的像，是不是要把它看到像佛一样的亲临道场，要很恭敬，所以佛就是我们恭敬的对象。那这里面都讲到了受用功胜这个部分。好，那第二项呢，成事感报。我们是学佛的人，我们要去成事。成事呢，就是佛陀就能够高招感良善的果报，表示说我们心中有佛，我们对佛起恭敬，佛就是我恭敬的对象，我就能够呢招感快乐的果报，成事佛陀，感得快乐的果报，这个叫做成事感报。第三项，舍礼仪式，施舍礼拜佛陀的仪式，礼拜佛陀的方法，如何来拜佛，如何来恭敬佛。佛已经不在人间了，佛已经涅槃了，那佛的法呢还在，所以我们尘世我们看到佛像就把它当佛来看待，我们礼佛是要跟佛学习。我们一般人对教理不清楚，在拜佛，拜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我们都求佛保佑家庭平安，身体状况很好，请问有没有可能你家庭平安，就是说里面呢相处和谐，然后每一个人呢事事吉祥，那你就是要注意自己啊，不是请佛来保佑你啊。你要健康，你就要维持你的食衣住行，不要晚睡，你的营养要够，你的穿着要得当，是不是？你的食衣住行要好，这个是佛说的啊。如果你有病就看医生嘛，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去礼佛的时候是礼什么？佛就是我仰望的对象，我要跟佛一样，佛有慈悲有智慧，我要跟佛学。所以我在礼佛的时候，我会降服我的慢心。在普贤菩萨的七支里面，第一个就叫礼佛，降伏慢心。第四点，
对境用心，面对的境界就是我们心对境，要如何来观想，我们怎么样来思维佛陀的功德。佛陀有什么功德呢？我们皈依三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是不是出家人？是嘛，对不对？那佛能不能解救你？不用想很多，不可能。佛如果能够能解救我，早就一下把我们度化了。但是佛说我没有办法净除你们的罪障，也没有办法解救你们，我只留下法，我成佛的方法，你照着这样来修，你就会跟我一样。所以呢，佛他是出家人，佛跟僧都没有办法解救你，能够解救你就是法。所以皈依三宝，就是皈依，就是依靠的三宝当中最主要能够救你就法宝，正皈依是法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就好像你们家有家庭有孩子，不管是男女的儿子的女儿，父母亲哦早晚要走，能够解救你，能够让你得到快乐，就是你的品德吻合世间。如果你不吻合世间的法律，那你可能就会怎么样，犯法被抓去关，是不是？我们就关得像堕入三恶道一样，但是不是的，就还是人就被关，你就不自由了。所以父母亲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是你的教育，你有良善的品德，吻合社会的条件，你才能够立足，是不是一样的道理？雷同吧。所以佛呢，他说我没有办法净除你的罪，也没有办法解救你，我把法留下来，你照着这样来操作，这样来修行改变内心，你还是可以呢跟我一样成就无上菩提。所以我们对境，就是对境用心，也就是心对境，我们怎么用心，就是要来承担如来的家业，升起菩提心，为利有情愿成佛。这问有没有道理啊？好，那第五项呢，入塔方法，进入佛塔的方法。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讲第一项。第一项就是什么？受用功胜。那受用功胜里面，我们就看文来看，我把它念一遍，然后在各个方面，我们是以消文解释的方式来说里面的道理，因为你才能够靠做一个对比。世超云，若塔庙之提受用之物，乃至遗造泥造堂殿船座柴石等，已经佛像受用者，纵使风吹已破，当奉敬之，如形象无异。受用功德，佛受用物的功能以特殊，叫做比较殊胜啊、哦、佛的受用物它的功能特别殊胜，这个叫做受用功德。里面就分成两个小段来说明，第一个正确的来说明佛受用物的情况，第一个叫若塔庙，佛塔佛庙，现在我们讲庙都是道家，对不对？讲寺寺院才是佛教。好，这当中里面佛塔里面换了什么？佛的舍利子，或者是佛庙也换了舍利子，还有佛的受用物。肢体受用之物，什么叫做肢体两个字呢？指塔跟庙，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塔里面有分的什么佛的舍利子，庙也有换佛的舍利子，有一些造塔是换舍利子嘛，对不对？还有的寺院里面有没有换佛的舍利子？
有啊，肢体呢，也就是塔庙的，跟塔庙有点不太一样的肢体，就是没有换舍利子，没有换呢、啊、那个佛的受用物留下来。佛的舍利子是不是分得很广？佛的舍利子烧出来的，还有佛的舍利呢，就是他佛的受用物，比如他的头发啦、啊、他的牙齿啊，或者他的衣物啊，是不是也可以算在里面？所以呢，第一个是讲庙塔、塔庙，第二个讲肢体，第三个讲受用之物。佛受用的这些物品，什么叫做佛所受用的物品呢？譬如说佛像是佛本身来受用的，还有佛的衣服，有佛像，有一些佛像会穿上衣服，有没有？哎，中国大陆好像有，哎，对不对？而我们台湾比较少、哦、但是台湾呢，有一些在家人或者出家人，我看到那个有一个出家人，他供奉了释迦牟尼佛小小尊的，在那佛龛上，他就把它披个一个黄色的布，是不是也是大衣一样？哦，这个就是佛他受用本身受用的。这叫受用物，我们现在讲的都是佛的受用物，它有特殊的功能，特别殊胜。好，除了受用之物，除了佛的受用，这些物品里面有佛本身的受用，佛的衣服等等，还有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大殿里面，是不是有佛龛？这个佛龛是不是佛钻在里面？那佛龛外面是玻璃，然后不要让灰尘给进去，是不是？啊，看起来就很舒服、很清净、很专业。那、啊、这个是不是佛本身的受用物？这个桌子、佛龛是不是佛本身的受用物？是吧？他要讲的就是这个部分，佛的受用物。好，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看哦。已经佛像受用者，这里面啊，我们刚才讲到少讲一个，这个就是什么？乃至泥造堂殿传座柴石等。这个说已经泥造，就是已经造出来的。泥就是怎么样啊？将要塑造的泥造，就是建造了。我们要将要来建造佛堂啊，佛的传座啊。你看呢、啊，佛他有一些佛像，他下面会有一个传座，让他坐得比较稳、比较庄严，或者呢坐在莲花之上，是不是都有？这个都是佛的受用品。还有呢，佛坐在莲花上等等，或佛呢坐在金刚宝座，或所坐的这个船座，这个石材呢，有一些是石头造的，有一些是木头造的，有一些呢种种水泥所造成的，很多的材料所造成的。那买我们去请回来的佛像，就安坐在那个佛龛上、莲花座上，这个都是佛的受用物的一部分。他最主要，他这个讲的非常的细啊，所以这里面才会乃至泥造堂殿、哦、这个佛堂这个大殿里面的船座材料石等，石头做的、水泥做的或者木板做的，或者各个方面雕塑出来的，让他做一个佛龛，他的受用物。已经佛像受用者，过去已经被佛像所受用的这物品，这里面呢就是已经，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要改造，后面要换一个地方，或者是说这个它已经老旧，我要换一个新的啊，这个东西以前它做过的地方，它所用过的地方，是不是比较已经佛已经以前有受用过了，是不是属于佛的受用物，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我们不是暂时受用，因为他已经正式受用过了。可是因缘改变了，我们要换一个地方，比如说以前的大殿比较小，现在换一个大殿比较新的，是不是？那我们就会换新的，依照尺寸啊，还有各方面都不一样。好，所以我们要讲说，佛的受用品，他有以前用过的，叫做已经用过了。然后换一个地方啊，法师寮啊，好，比如说我们个人嘛，我们个人以前我在寺院里面，我们虽然有大殿，大殿有三宝佛，或者呢有释迦牟尼佛，是大众生共同在礼拜早晚课的地方。那我的房间里面，就我的书桌就会换一个小小的佛龛，里面有一尊佛，那我就会用一个，因为它直接放在书店，那个小小的佛就比较低，我就会把它弄得看到我这眼睛看起来比较舒服，这样哦，专用佛像就把它换着。那我换一个地方的时候，可能这个地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小佛堂，那我就把它请到佛堂去，是不是？啊，就是啊，这个就是以前佛的受用物已经用过了。哦，大家在讲这个地方。好，这里面呢说已经佛像受用，已经被佛所受用的这些物品，以前就是佛所受用的。那我们现在呢，暂时不用啊，把这个东西给收藏好，把它收藏好。那这里面有讲到说，纵使风吹已破，纵然被风吹给吹坏了，被雨给淋了，雨淋而破烂的，因为无常的变化，东西会慢慢被破坏，有违法就有破坏性，是不是？那我们呢，过去现在未来全部都可以算作佛所用的物品，都是佛过去所用的，是不是？那过去不是讲过去式啊，我们就是现在吧，我们现在来昨天现在明天后天啊，是不是？以这样对短的来看，那很早我们的佛像里面所用的佛龛啊，还有所用的受用品，我们要换新的，或者是怎么样，那一些东西不要乱丢，是不是？那当然啊，就要把它保持好啊。如果你要把它真的没有地方放，那你就有一个呢佛法的仪轨，就请里面的佛菩萨能够回到他的净土啊，护法不要再守护。那我们就把我们的佛像啊，或者他的刊物啊，佛刊啊，做什么，然后把它销毁掉啊。这个在寺院里面有一个仪轨，比如说我们的经书啊，经历论啊，是不是有佛所说的，我们要把它当成宝物，叫法宝。但是里面有没有佛菩萨护法的存在？有啊，我们都把它请回去，有一个仪轨练一练啊，就来处理。这是一种，不然你要堆太多了，台北市的房子又那么高，是不是？你要换一个出藏室也划不来。我们要所说的说有一个善巧方便呐、啊。好，这里面呢，风吹雨打，那当然呢有风。如果你把它收藏好的时候呢，包装好了，但有风吹雨打，弄坏掉，我们当然是要把它修理一下，应当供奉，很恭敬的把这些东西给收藏好。就我们的心态呢，就如同佛的形象没有差异，是不是？表示说这里面呢，如形象无异，当奉敬之。要把这些佛所用的物品，或者是佛像，或者是唐卡，或者是所有的这些用途画出来有佛菩萨的这个像，那我们要把它当成是佛菩萨一样。而佛呢，就是当成真佛。那其实上这不是真我，不是真我，我们要视同如佛一样，
这个形象，这个是谈到恭敬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讲敬佛的仪轨？好，那我们这一段呢，做简单呢，已经把它讲完了。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往下面来看。故是分中王以为师佛，说啊佛不说，当令奉身何以故？若佛为即为物，凡色凡色物，衣钵坐具，真同便是他妙。我们在讲别行篇，别行篇就是个别我们对佛、佛的受用物，还有塔、庙等等，以及进入寺院、僧团对境是三宝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威仪、有什么礼仪方面作为我们恭敬的对象，就来谈这个部分。那下面呢，我们都讲四分力当中，王以为师佛，这个王子平沙王想要以一个言，这个言呢指的就是王舍城的竹林金色，布施给佛，佛没有接受，佛说应当是供养三宝僧团可以用，不是供养我佛。佛如果供养佛，只有佛能受用吗？是不是应该给广大的僧团用？所以呢，供养者供养啊，佛要跟他讲清楚，如果你供养佛只有佛受用啊，这边的出家人跟他学习佛法的人不能受用啊，所以佛要把他讲清楚。同样的道理啊，现在说你要供养法师，法师你向我解，我三姐，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身体非常不好，我小的时候初老末炎，我们乡村里面就有三个啊，他们当地的医生治就治好老末炎了啊，我试一试人治的嘛，那个时候是不是医药医学不发达啊，我都治不好，所以我从小起来就，我妈说我都睡在冰块上，都治不好啊，好，后来要死掉了，不然后来就找别的医生就好起来了 啊但是我这一生都在生病，到我现在还是病恹恹的。我高强好像很壮一样，我是陆战队的，其实我当兵陆战队三年身体很棒，当下来又开始垮掉了，就是不好。那我们身体不好会影响到我们学习的功能，是不是我们思维就会产生的一些问题？那我为什么会讲到身体不好这样？我这个脑筋给跑掉了。就是说平沙王想要以竹林金色，就是王舍城那个地方啊，供应给佛，而佛呢说不要，说你要供养给三宝啊，身重也可以用，是不是啊？对啊，因为是这样我才讲说我身体不好，你要供养出家人，我三姐说弟，这5000块给你吃药，我的姐不要给我吃药，变成5000块都是要吃药，我不能吃豆浆，我不能付我的水电费，我不能吃别的，因为我要讲的就是说，因为你供养要给我吃药，你有指定嘛，我这个钱就不能花在别的地方，专款专用，所以你们要供养出家人就不要讲那么多规矩，是不是？我这样讲，他说啊，这个呢给你们香油钱，他只能买香跟油，就是这样子啊。啊、如果他说起来就是买香跟油、啊、如果他没有买香油的话，他犯戒，他会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说啊，反正他不会怎么样，不能这样想，这个要讲清楚，佛是不是讲清楚了？你不要供养我，你供养我，我们的僧团都不能受用，所以你要供养三宝，
那我们身团还有我本来也是出家人，我们就可以一起受用，广大的身团可以受用。如果是这样我就接受，是不是讲得很清楚？好，我们时间到，休息十分钟。我们刚才讲到佛的受用品，有人要供养佛言灵，也就是呢社会层的指灵精神，佛就直接的说我不接受，是不是可以供养三宝？那僧团就可以用，是不是佛法僧都可能够受用？那佛为什么呢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供佛是属于佛的言灵，佛的精舍，那佛的言灵，佛的精舍里面的所有的物品，还有精舍里面的凡间，而凡间当中的物品，还有佛的衣物衣啦、衣服，还有佛的钵、佛的坐具、佛的正统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佛塔庙，所以这些代表什么？佛的受用物。那如果呢你供养三宝，是不是大家可以受用？那佛的受用物就等于佛的塔庙，那这一些呢我们要把它看成如佛一样的恭敬，所以我们到了寺院里面就把它当成是佛的受用物，是不是？那佛的塔，那好好的恭敬。那如果呢住在里面的人，或者是我们护持者的在家人，塔庙它有破裂，那我们是不是把它恢复起来，守护起来，维护起来，就是修理好啊。我们再往下来看，一切诸天世人沙门魔幻不能受用，应恭敬如塔，若失身等，我在身中。这里面我看一下，这里面在哪里？我在这边哈，看到了吧？啊，书本里面，在我们的第二页的第三行中间这个地方，这些东西在寺院里面指灵金色，所有都是佛，所有都是佛受用物的话，那么一切诸多天人、世间人及沙门。沙门指修行人，包括佛的弟子，而这个沙门呢还有包括外道的修行人，在印度当时都叫沙门修行人，不管是内道不管是外道都算在里面。还有呢魔王，魔王就是异界天的第六天，他话自在天，魔王的名字叫做波行啊。以及梵王，梵王都是大梵天王，就是色界的出禅天，他们都不能受用佛的受用物。因为佛的受用物，佛的东西啊，其他人都不能受用，就是三界的一切众生都不能受用。因此我们都应当要恭敬，如同佛塔一样，把佛的受用物代表佛的法身，代表是佛，要好好慎重的处理以及好好的恭敬。若失身者，我在身中。如果国王就是平沙王，今天把炎灵，就是舍卫城紫灵金色供养给大众，就是供养三宝好了，佛法僧，这些出家人就安住在紫灵色这里面修行。而佛陀在世的时候，他佛算僧人僧团的一份子，佛陀也可以用这些大众僧的物品
表示说沙平王供养给三宝，给修行人，给沙门，那佛是不是沙门的一份子？是吗？也可以用。最主要呢，因为我在身中，佛呢，这个我指佛也在身中，就可以受用呢身中的物品。这讲得非常的清楚，因为我们在讲戒律，所以就讲得样样很清楚。知执是淫，出受用功慎终，出证明准前道戒，佛受用物乃至为佛亦不得满意。知敌一方为妙，故下引证王及平沙王，施佛则永不通身，施真则兼通一佛。是不是刚才就解释刚才那个寄送，表示说佛的受用功德，佛物佛所受用的，它的功能它的功德非常的殊胜。所以这里面说，刚才我们讲到佛受用物的功德很殊胜，出证明，正式的说明，准前道戒。哎呦，讲了道戒，道戒另外一个名称叫不疑起，对不对？道戒讲到佛物有四种，当中的第一个佛的受用物乃至为佛，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供佛的。既然供佛的物品也不可以把佛的受用物拿去卖掉，譬如你把佛像卖掉之后得到了钱，再用这个钱来买东西来供佛，反正都用在佛法里面嘛，对不对？这也不可以，那里面的戒律这么严谨，这个也不可以，亦不得卖艺，艺就是交易，不得买卖交易，不能把佛像呢卖掉，再转成呢买佛的东西，或者买花来供佛，买东西来供佛，或者是买佛龛，或者说你不能用这样来取代，一物归一物。所以呢，佛受用物是永远佛用的，坏掉的也要把它保存起来。好像我们这个你们有这么困扰，不能拿佛的。你有拿这个法宝嘞？那怎么办？哦，你现在我也不用用佛像，是不是？用电子档嘛，电子档是神通广大嘛，让你把它关起来就关机了，就消失掉了。听起来是不是很恐怖？对啊。以前啊，我们是不是有很多？你像我们这一辈很喜欢看书，不喜欢看电子书嘛？因为它有那个光对眼睛不太好。我们也不太书，我们拿书。我们这一辈很喜欢看书，存了很多书，你怎么办？集反三嘛，佛的物品、佛的受用物不能用，那法宝呢？你堆了很多，你要怎么办？你来佛陀教基金会，佛教基金会也不收你只要写过的字，他就不收我们有打电话问过你会你的书旧的会不会在上面写一些东西？也会嘛。你要把它烧掉，请佛菩萨护法离开，它有一个咒语是可以的。但是你烧，没有人给你烧，你拿到庙里面他也不给你烧嘞。那我的师兄弟说，因为这个是很珍贵，你一定要烧，你不能用什么回收来处理。完了，这么书看怎么办？你现在学佛，你的孩子不学佛，看他怎么处理？那我们现在不处理他，让他造恶吗？好像也说不过去耶。后代呢，他没有办法处理呢。那我们的师兄弟说，你要拿到别人的山上去把他在那边把他烧掉。别人的山上会让你去烧书吗？不会，不会。卫星空照就把你抓去了嘞，所以这也行不通呢。金种，像日本有金种，
哦，钉书的经书的坟墓，日本，那我们台湾没有啊，那是不是很难处理？那活了作用物你把它留着嘞，你是不是要？如果很多，如果物品很大，人家比如说这个大殿嘛改建，对不对？啊，它可能有一些它的佛龛是木头做的，哦，像这个啊木头做的，那怎么办？那你没有办法换啊，你是不是要盖一个房子来换这些出堂室？那怎么办？我不知道嘞，因为在我们的以前，我们的试验里面哦，有很多的经论，因为不是那个水灾吗？地震吗？是不是？然后都泡水了，那我们就拿那个什么处理那个三宝的物品。三宝的物品是不是包括佛、法、身的物品？他我们都念一个咒语，请诸佛菩萨回到他的净土。然后呢，以后有缘再请你来。那这些我就把它化掉。也可以的，在家人、出家人都可以念啊。哎，就可以了。不管你是佛像、唐卡，什么都可以这样处理。哦，这个呢，以前我们师父是那个西藏。能不借给我们的？可以。但我后来呢？以前我们怕他糟蹋不好不恭敬，我用搅拌机处理，哈，搅了很久，搅拌机坏了好几台。因为我们是家庭用的，不是那个哈，就很容易那么多，一本没有坏掉，我的搅拌机也坏掉了，几千块就没了。后来我在想说怎么办啊，问来问去啊，大家各有看的各看的干嘛。后来我就没有这样的，我就把它包好，请诸佛菩萨，他有一个咒语，有一个仪轨啦，这是西藏哈，他们仁波切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给我们啊。以前我们烧了很多的经书，用烧自己烧啊，后来现在没有办法啦，你没有道场你怎么烧？你在寺院你怎么烧？你到了别的地方怎么烧？你在山上都有空白机那怎么烧？那后来我们就是请很恭敬的请这个佛菩萨护法离开，有缘的时候再请你来。啊，那离来那个虽然是有这个的形象，但是这个环境就是这样子嘛。哦，我们不能染污这个空气啊，这个不好啊，是不是？我们可以造变成那一本，虽然是有佛的经论在里面，但是因缘说是这样，我不知道。如果有更好可以告诉我了，不然我一些佛书我也不会处理啊。但我现在佛书很多，不很多，但是不很多也好几箱啊。对啊，然后呢，我就怎么请他们回去啊，用那个干净的纸把它包起来，那个塑胶袋包起来，换到回收袋，他们可以再利用，懂不懂？变成他们的利用纸啊，或者怎么样？我现在都用这样处理了。但是我们有一些师兄弟也跟我这样处理，我们没有好啊。但是有一些人不认同啊，不认同你怎么处理这一块啊？是不是？他看到有佛三宝物就怕，但是总是有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是这么解决的，我是根据那个西藏大仁波切他们给我们的，我们以前我们的试验就是这样处理的，不管是佛像、唐卡或者物品、法宝等等，都是这样处理，不然没有办法处理啊。以前为了要烧一本书，我骑着机车到处到庙里面去，试验不给我烧，然后我到庙里面去，庙也不给你烧，懂不懂？啊，就很头痛。好，然后因为我又搬来搬去的，哦，这是很麻烦啊，所以我再给你，我那个座椅我再给你。啊，这个是如果有更好的处理哈，空中的法友，对不对？可以告诉我，我是用这样来处理。好，那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一段就在解释刚才那一段，他说出证明，正式说明准前盗戒。盗戒是怎么样啊？佛的物品你把它变卖，啊，是不可以的。你拿佛的物品去卖啊，再买一些东西来供佛也不可以，哦，所以叫不得义卖。义呢，义就是转成啊，我刚才说交易是不行，不对的，就是转成需要的东西啊，哦。抱歉，刚才那个义哈，我把它解释说卖义，我把它买卖交易，这个义不是，是转成佛的需要的东西，
这个也不可以。那佛受用呢，永远你就要保存起来，永远保存起来。那下面呢，这个是因为我这个是参考一位法师说的，他是水界里的。那下面呢，说肢体一方为庙，没有换舍利塔的庙。我们刚才讲肢体是不是跟塔庙不一样的地方，塔庙有换舍利子，佛的舍利子啊，他这边没有，所以叫做肢体也算。但是肢体没有换佛的东西也是属于什么？佛的受用品。我们呢在大殿看到的所有物品都是佛的受用品，因为这是供佛的嘛，我佛的专饰品嘛，是不是专研道场嘛，就是这样子。好，那这样的呢，佛的受用品在佛殿里面变成呢我们修行者共修的地方，也是身的受用，是不是？这三宝都可以受用的啊。因为呢当时佛不是讲嘛，你不要供养我，你要供养大众生，是不是啊？我这是身的一份子，所以既然是这样，那大众就可以住。哎，这个分得很清楚。下面呢他这里面说也是有身受用的情况啊，大殿当时呢作意，就是当你心里想不单单只是佛可以用，所以就没有完全把它判成是佛的受用品。这样子我们在此处处理的时候会比较方便。不过呢佛龛真的就是佛的受用物，要恭敬把它看成像佛一样。表示说呢僧团可以用，那就不是完全属于佛的供用品，是不是？就是出家人也可以受用的。那佛龛呢，佛龛我们没有办法坐在上面了，佛龛就没有了，这佛龛已经佛受用了，他所坐的地方嘛，是不是安住摆在地方，那当然就是佛的受用品。那故下引证，故下引证是什么意思呢？引立文来做证明，王引证安，然后下面王即就是呢平沙王。而且施佛则永不通身，施真则兼通于佛。说明呢，如果呢平沙王要把王舍城的紫灵星这供养佛，那佛不接受吗？那如果佛接受的时候只有佛可以受用，跟他学习的出家人就不能受用啦。所以佛说我不受用，这样不行，你来，你比较善巧一点来供养大僧众，那我就是僧的一份子。所以就叫做说施佛，你布施给佛，出家人不通用，是不是？就是不通身，不通达共同身可以受用。那如果你施大众身呢，是给出家人，那佛呢通于佛啊，因为通于佛的佛也是出家人，是不是就可以受用了啊？佛非常的善巧。那下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一段解释完了，下面我们再来看哦。第三页吧，看一下。好，第三页的第一行，世超细引，生一引告诸比丘，礼佛尘世有五功德，一者端正，以见佛像发欢喜心；二者好身，由见形象，口自称号南无如来，无所着智真等正见。正一阿含经里面讲到，佛告诉诸比丘，礼佛拜佛，身以意三业要来承示佛陀，有五种功德，有五种好处。第一种好处呢，端正。什么叫做端正？如果你身以意恭敬来承示佛，来拜佛，来礼佛，你的威仪端正，未来的果报，你的相貌会长得非常好看，非常的庄严。
所以这里面讲端正，既然有身与意端正，身有身业，意有意业，但是最主要身意来自哪里？意业，对不对？以意为主，就是说你内心要很恭敬，来出自于内心，你的恭敬对这个人有恭敬，你看到他会不会稍微弯腰一点恭敬？如果你在大场合里面大家都很恭敬，你站得直直的，你心里不恭敬，外脚也不恭敬，身体也不恭敬，是不是大部分可以看出来？哎，你那都弯腰啊，你为什么都不弯腰一点？他会讲说，我心里很恭敬就好了，但是你外表没有表现出来，你看不出来啦，你与众不同，哎，是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在大众之中，如果人家说合掌啊，我们就跟着合掌啊，稍微弯腰就代表恭敬啊。就像有一个人，我跟他讲，你要对他恭敬，就你要对他多恭敬，因为他对你很好。他说我知道，我放在心里就好因为你的言行没有表现出来，你看不到啊。那我不是做外表，不能这样讲，还是要吻合大众，懂不懂？这边呢，如果呢你心里端正，就是表示你心里是恭敬心。那你心里的恭敬，你一出来的时候，你的身意就会跟着你的意，身与意同一致。所以讲这个端正讲心，因为你心造的业是恭敬，所以你下辈子都向好专言，看到佛又生欢喜心。而为什么看到佛又说欢喜心？因为你内心有一个等流习惯心，你看到佛菩萨的像，哈，你就很欢心，很欢心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会有专念相，就是端正，就是专念相。那第二个就是得好身，得好身是不是你的嘴巴要甜，你的嘴巴要恭敬，你的心恭敬，你的心很端正，但是你的嘴巴不端正不恭敬怎么行呢？你嘴巴是不是要讲好话？如果你称是佛陀，你称赞佛陀，你称赞南无如来，南无就是皈依嘛，南无就是顶礼嘛，你恭敬如来，未来的果报你会得到好声音。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啊，我忘记了，太久了。琉璃王带着兵好像要去打邻国，经过一个寺庙，那个时候佛陀在里面，隐隐哦，他们骑着马听到寺院发出一种美妙的声音，那个马走到那边自然脚都 停下来不走了。那不走的士兵坐在马上没有办法，国王说走啊走啊，他说国王啊没有办法走，这个马不动不动啊，不走啊，他怎么一回事？因为在寺院里面有传出一个美妙的声音，太好听了，太迷人了，令人陶醉，所以马也陶醉。他说真的吗？结果琉璃王听了啊，连琉璃王都不走，就进去这个寺院里面就见了佛。他说佛啊，我要供养这位比丘，声音太好听了。佛就跟他讲，你先不要供养。他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看到他呢，你就不想供养，有这回事吗？他说真的。所以后来他都把这个出家人给请过来，长得很难看啊，他声音太好听了，没有办法。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因果果报呢？因为当时佛就是当时啊、有一个试验还是怎么样，要造佛塔换舍利子，
啊，那个佛塔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庄严。这一位工程师就是这个比丘，他慢心很高，蔑视、轻蔑、起笑，你们盖不起来，不可能完成，是这样子啊。然后变成说人家在做他的反对票，都对的了。后来这个塔慢慢造起来了，他感到惭愧啊，前面是不是造恶业都来阻挡？那造恶业是深业，懂不懂？是深业，意业也造，生意都造了。后来呢，这个造起来看到太专业了，不可能的事变成有可能，好好忏悔，他就买了什么铃铛，那个叫什么铃啊，挂在那个风铃，挂在那个寺院的上面，风一吹来是不是很好听啊，他听得很欢喜。结果他死掉的时候呢，身形矮小丑陋，但是声音好听，因为那个是出现的声音，懂不懂？声音好听啊，所以是这个比丘。请问你们家的屋檐上如果换了一个风铃，风吹来会不会很好听？你会睡不着。以前我在一个寺院里面，我们的寺院在小山坡上，周围没有人，就有一个比丘看到的这一段，不知道这里管中写的这一段，就去买一个几个风铃，把它吊了佛塔。我们的试验的那个，他吊好几个啊，他吊的还蛮大的，晚上我都睡不着。隔天我说这是谁吊的，把它拿下来，睡不着。所以你要吊这个要看，微微的不会影响就好了，太大声你会影响，你真的睡不着啊，是不是这样啊？哦，所以很小心，如果你吊在你的屋檐旁边，你的隔壁会来跟你抗议，为什么睡不着？好，啊，这个要小心。好，啊，这个就是一个公案，声音好声哦，会得到未来的果报，人家听得都很欢喜，因为他最主要这里面是赞叹，他的语言是赞叹佛陀。如来就是佛陀的另外一个名称了。好，那这里面又就讲到了由见形象，口自称号南无如来无所着自真正等觉，表示说这个好声音是他口称如来了，就是这样。后面正等觉就是佛了，如来就是佛的另外一个别号，是不是？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三多财宝有以法相供施故，世尊长者家犹见行矣，心无染浊，自心理故，五命终生天，此即诸佛常法，当如是学。第三个，成世佛陀未来会感到多财的果报，哎呦，布施得富有哎。讲到财是很敏感，财是不是赌啊？有一天佛陀跟舍利弗还有他旁边的一些随从在走路的时候，好像是舍利弗还是谁啊，我也忘了，就一个公案啊，他的弟子看到他们的前面有一块黄金，捡起来很高兴，佛说这个是赌，钱是赌吗？我给你钱你要不要？是不是？我给你钱你要不要？不要啊，啊要啦，对啦，这是正常人，正常人会要钱，但是我们起钱呢，我们呢要有道德心的祈祷，对不对？钱不是毒，毒是你内心的三毒，贪嗔痴。你为了钱，你贪不到起了嗔心，
造了恶业，感了果报，你还不满意，你看不到你的贪，看不到你的嗔，是不是笨笨呆呆的吃？对对，业果不清楚，叫业果疑。所以钱看你怎么用，你用来帮助很多人，你可以来做长照，你可以培养一些小孩子没有办法读书的，或他的经济能力比较差的，钱可以帮助很多人。就钱不是毒，是你背后有三毒，懂不懂？如果你做善良的动机纯正的，这个钱是很好用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不要看到有钱，以前西藏有一个修行人，看到密勒日巴在修行者，他也要像密勒日巴一样，然后呢，他被人家误导，钱就是像三毒一样，会让人家懈怠，毒死人心，是不是？有钱就不想学法，结果他为了要成密勒日巴的那个模样，他那个道恨，就把所有他本来是首富哦，就把钱给捐出去。就跑到山上里面修了一段子，没有修整，越修就越烦恼，就回来钱都没有，开始诽谤上报啊。这个都是对佛法的正知见不清楚，所以我们念佛的人恳请你们要多建立正知见，你来念佛，你心对境，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善，什么叫恶，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助缘更有力道，是不是这样啊？好，那第四个呢，就讲到什么？我们第三个讲多财，因为什么多财呢？由于你发相共施，多财为什么会有呢？因地上，比如说我们做人的时候啊，我们死掉，未来的果报会有富有嘛，叫多财。但是你多财，你生出来。就金汤匙，你一生出来家财万贯，就像我们有一个出家的同行，他从那生出来，他的爷爷就买一栋房子给他了，哎呦怎么那么好，是不是？干嘛要出家？但是后来他还出家，他也没有结婚，跟我一样我没有结婚啊。所以说因地就是我们这一生种因，下辈子会感到果报。因是讲什么？动机。你去布施，你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你是不是要很清楚？那如果是无垢净愿，就是你背后的动机是菩提心是最好，这个功德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你会有多财，财物很多，你会富有，因为你在因地，我们做人的时候，我们的动机是纯正，供养，用香花来供养佛，诚是佛，供奉于佛，佛是一个大福点，所以呢，我们就会感到呢，多财的果报。你供佛是不是叫做上供下施？上面供佛是不是属于施，布施的施？是啊，只是我们会把它从上供下施，布施给另外一些人，是不是？但是在一节四地论里面，还是或者是怎么样，他把上供下施或者是供，这个供养跟布施是雷同的意思，是雷同的意思。那第四个我们讲什么？生长者家。如果我们成事于佛陀，我们以香花来供佛的时候，我们未来会得到好的果报。不只是这样，如果你对佛起成事恭敬心，有一些三宝，有一些佛事要去做的，你去承事承担起来，你下辈子会感到未来的果报。长者家，听到长者这两个字，你都知道在地方是有名望的嘞。长者代表什么？尊贵，代表一种福德的象征，是有名望，是不是要有钱，有富有？他随时要很高，他做人品德非常好，长者哎。所以因地上你看到佛像，佛的身像以后，内心没有杂染，没有贪着，你的内心呢是清净的，非常的恭敬，专制一心来顶礼佛，下来呢将也会怎么样，长得庄严端正，还有家里有钱，
富有啊，又生在长者家，哎，这个你要不要？哦，要哎，陈琼如说要。哎，这个是每一个人要的。哎，你看你个佛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为什么从你的意乐、你的动机来看，是不是？所以你发心要正确，以菩提心为你有情愿成佛，才是成是如来的家业。如来是不是要为你有情愿成佛而成佛？那我礼佛拜佛是不是为你有情愿成佛？这样才吻合佛嘛。所以你未来长相会好看。第五个，命中升天，你的心、你的动机是纯正，你的念心不断在善法当中里面造作，所以你的业是善业比较多。刚才说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恶，没那回事。我们自从看了佛经以后，我的起心动念要把它改善为善，都不是恶，是不是？那如果我的心都是善，我临命中的时候，临命中那一念哦，你平常的修行是在修行什么？就是准备以后呢，后世安乐，不着今生安乐，以后世安乐为主。我下辈子，我这一生呢，如果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有就好；如果没有，我还要得人生，临命中升天。这个成是佛陀啊，你的福报会很大。你会得到天上的果报。那你得到天上的果报，它是尽，这叫尽啊，尽的果跟缘果，缘果还是会成佛。但是我规劝不要去天上，而佛弟子不去天上，因为天上都败家子。为什么我会把你这一生的福报到天上给花费完了？下辈子不是堕入三恶道，得人生机会不大了，因为只剩恶业。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第四天的天子要堕入猪这个公案？到了天上里面太享受了，结果呢，他那个天人要往生的时候会有什么五衰相，他看到他下辈子是一只猪。哎，天上是不是很享受啊？猪呢都要叠底疗，底疗听得懂哦，就是猪的那个，以前我们乡下猪里面呢，它吃啊住啊都是那一间啊，大小便的那一间，是不是非常的脏？他看了受不了，就跟他的父王说：“父王啊，我下辈子要得猪怎么办？有没有解决的方法？”他说：“没有办法，你只能请教佛。”后来他都皈依三宝，正规是法宝。改变他内心，可能有忏悔了，他里面没有写忏悔，有忏悔还有怎么样，为你有情愿成佛的菩提心来忏悔的话，把那个恶业给消掉了。结果他往生了，他的父王用他的神通力往下看，看不到他这个太子投身到哪里去，本来要投身为猪，猪他一定看得到，因为在七楼可以看到六楼以下，不能看到八楼以上，不能往上看，只能往下看。他用那个神通力到处找，找不到他的太子，跑到那里投身，就去问佛啊。佛呢说他在更高天享受。啊，原来他看不到。啊，为什么呢？因为他皈依三宝的功德。啊，这里面说，如果你是皈依三宝，你对佛起了恭敬诚事，你命中升天，未来呢还会 成就无上菩提。那我就奉劝各位不要升天。升天就是怎么样呢？你享受都完了，你的佛法就会忘光了，因为天上没有圣人，这个异界天，是不是？所以呢，你得人生，不然就完成净土啊，就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汉地，你们不是，我们台湾是不是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有往生密的净土的，是不是？那有往生怎么样人生的，叫做人间佛教。人间佛教最主要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教法，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佛，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不是这样啊？好，这个是如果呢你心造作一个好的等流，那你临命中呢不会堕入三恶道，已经升天。但是我们现在呢要得人生会比较好，你可以继续的往生，不然你会把你的福报给
给享受完了，所以我说败家子就会把你的，不是败家子就会把你的福报给败完的啦。我再讲一个公案，以前印度有一位神医非常厉害，后来他往生到天，舍利弗在印度的时候，他有一个弟子生了病，没有人治得好，他都想到这个神医，但是神医已经怎么样往生天上了，舍利弗呢就以他的神通力到了天上去找这位神医，结果他看到天上人都在享乐，哈、啊，怎么那么热闹？然后呢，很多人骑着马，他就站在那边看到那个神医喽，远远跟他招手。那个骑着马飞快，看舍利弗是老朋友，也跟他招手，但他不下马，要还要骑过去。舍利弗，哇，这个马跑得这么快，他不下马，只是招手而已。舍利弗感到很纳闷，用他的神通力把他抓住了。他说你只是招手不下来，他说舍利弗啊，你看哪一个人跟你招手啊，大大都是享乐，我跟你招手已经对你很恭敬了。就是这样子啊。不要升天、哦、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不然就是做人、啊、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往来看哦，第一到第四点呢就个别的果报，第五点就是总报，所以我们都别报呢投生以后有各种不同的果报，是不是？每个人每个人不同果报，有端正啊，声音好啊，有一点长相很高啦、啊，有一点长相很矮，有一点长得很专严，有一点长得不是那么专严。那声音有一些是很好，有一些是不好，这是个别的果报，懂不懂？有一些人富有，有一些不富有。那第五点呢？升天是不是总报？三界轮回里面，六道呢？这总苦跟别苦各有各的苦，只要有烦恼就会苦。总流转生死呢，轮回的总报指的就是无明烦恼作为根本，是不是苦的苦的来源啊？是不是？那个别的个别的个别的，每一个人的家庭不一样，每一个人长相不一样，每个人的福报也不一样，但是个别报就六道众生众生的个别报，有一些呢生命的主体，有一些人做畜生，有一些人三善道，有一些人三恶道，这是个别报，懂不懂？但是轮回的总报呢，指的就是无明跟烦恼。好，苦的来源指的就是这一些。我们再往下来看哦，知持是因，二尘是感报，五功德，前世别报，并列因果，后一总报，通前为因，但故但是果。第二个支持是当中说的第二个呢，尘世感报，尘世佛陀感的果报有五种功德，功德就是好处啦，或叫胜利，有五种胜利，有五种好处。这五种功德，这五种好处呢，前面四种呢是个别的个别报，并列为因果报，然后后一种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啦，后一种报呢就是第五个，后面第五个呢指未来的果报，懂不懂而已。通前为因，通前为因是怎么解释呢？就是前面四种造作为因地，然后呢你前面四种在造作为因地，那后面那一个升天就是果报，是不是？听得懂哦？他这一个也是在解释刚才那一段了。好，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南无今因义中方为归理，后因归尽，后因度我，此即下欠修，诸佛所行，下凡已水。南无就是这个就是翻译啦，是不是直接翻过来的？今因义，今因义是什么呢？就是一切今因义当中的今因义这三个字啊，是一本解释佛法名相的书，它的名叫做一切今因义，
所以呢，南无就翻成呢有三个意涵。第一个意涵叫做礼敬，第二个就是归礼，第二个意涵呢就是归敬，第三个都度我。那归礼指什么呢？通常我们会讲归命顶礼。归命顶礼指的是什么意思呢？顶礼就是你的身业做顶礼。那你的身业要做顶礼，你要等你佛陀，是不是我们的身与意都要归头依靠来顶礼佛陀？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叫做归礼。我们讲身业，那嘴口念南无阿弥陀或南无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是不是会说身与意的顶礼？啊，这里面是在强调呢，身业的顶礼。那下面第二个的归敬，归敬强调什么呢？就是归命身心归托恭敬。前面我们讲是以身业顶礼为主，这边是讲叫意业，强调意业为主。归命恭敬就是南无，南无就是怎么样归依，归托依靠，是不是？是不是你的心要作意？我要依靠佛的法作为我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呢我要跟佛学而顶礼佛，是不是内心要有一种咒意？你在拜佛的时候，你在拜佛心里没有想，是不是想什么啊？想忏悔哦，要惭愧哦，你拜佛是惭愧哦，啊，拜佛你要有一个主题，你内心忏悔一个主题，啊，你的心散乱，你念佛啊，拜佛以身以业，抓住让你的心不散乱，专注，是不是？那如果你内心恭敬而顶礼，那你内心就是以恭敬作为你的顶礼的最主要的一种怎么样？一种所缘境，你内心你要顶佛，你要礼佛，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嘛。比如说你看到佛经了，哈，你体悟了佛的法，那你顶礼佛有一种感恩之心，是不是？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他养我这么大，啊，爸爸节刚过嘛，啊，爸，以前我做错事没有跟你忏悔过。这次真正的为你唱，对你唱悔，是不是你内心有一个所言？啊，有一些男孩子讲不出来，因为我看到 YouTube 里面有很多人在拍这种片呢。他说呢，他小时候跟他老爸老吵架，啊，现在他长大结婚的，看到做爸的困难，啊，爸，我从来都这句话讲不出来，说爸我爱你，我从小时候跟你吵架不应该，啊，讲到我哭哎，是不是你内心要有一个什么所言？你要对你的父亲怎么讲，那你要对佛怎么讲，你内心是要有一个所言。你不能说忏悔就忏悔，你拜佛那也是忏悔，你拜佛是不是要忏悔之前要想到你做错的事，是力忏悔吗？是不是追悔力？你要追悔你要忏悔的地方吗？是贪嗔痴还是哪一点做错了？啊，你来拜佛嘛，是不是这样？表示说你拜佛一定要有目的啊，你这个目的不是说有，我们说有所求是错的，你不所求，那你要做什么？印光大师说，如果一个农户不所求，他种菜都不要想富有，懂不懂？就不要想说成，他当然要有所求啊。但是我们所求是菩提心所求，我们是正确的，我们没有去损害到他，是不是？啊，这个是合理的，不要说一切无所求，那你回向给我以众生多愿成佛，这个是不是所求啊？这也是所求啊，你不能没所求，你空性也不是讲没有，懂不懂？都是要有所求。那我们的所求最品质最好的是菩提心，是不是？为利有情愿成佛。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归敬呢，就是讲意业啊，刚才讲归礼就讲身业啊，度我呢就是祈求佛与菩萨来拔度我，超出三界能够成佛道。我们刚才讲过了，
你拜释迦牟尼佛，你拜阿弥陀佛，你拜观世音菩萨，你祈求来度我，有可能吗？不要迷信了，不可能的。你遇到佛，佛说呢，你就好好把我留下来的法，六度四圣大乘的法脉，或者二乘的苦集灭道，独觉的十二缘起，所有一切的法，你照着我们这样去建立真知见，而作为你修行的所缘，你就会跟我一样。这个是我度你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子啊？啊，这个就是随着真知见以后，就能够呢之间的差别，你就不会迷信。我们休息十分钟。本来讲，以为可以讲得很快，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讲得快。我们就看因缘吧，然后讲多少算多少。反正呢，我讲到这个月月底，同真法师就会接。啊，同真法师比较厉害，他说讲哪里算哪里，给我很多的，的这个空间。好，我们就翻开哪里呢？我们刚才讲到第几页？第三页。我讲到第三页这个部分，二乘四感报。好，我们刚才讲到南无，如果以我们汉系的角度来看，归头离靠，是不是？归头离境啊，不是归头离靠，归头离境，叫做归命顶礼。那里面有三个内涵，一个叫离归离，一个叫归境，一个叫度我。那我们刚才讲到度我，佛菩萨能够度我吗？如果佛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个是我们熟悉的名称，诸佛菩萨，他如果能够度我，我们现在还会坐在这边吗？我们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吗？不然我们就成佛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在这边做凡夫呢？因为我们没有正知见的教理的基础，所以我们要自度。我们为利有情厌成我，我要帮助一切能不有情成我，我必须要成就自己。那我成就自己什么呢？皈依三宝，正皈依是法宝，佛所留下的法宝，我们依的法作为我们用功的所言一个原则，我就能够成就。你不要笨笨的说我等佛来，反正呢我修行很久了，我就等他来接我。你要呢好好的让你的心安住在菩提心，你的心呢能够有善行，你的起心动念呢从恶念的转到善念，你要专研自心，改变内心，你的心呢如果是归命顶礼阿弥陀佛，你的目标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持戒又念佛，你又有正知见，有六度无垢经验，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几率就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现在苦恼了，会有烦恼，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烦恼，因此呢对着境界烦烦恼恼，没有业果的概念，不能呢把烦恼给调伏，处在一种贪嗔痴烦恼的状态当中。你说要往生哪一个地方都不可能，你要得为人生也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在修行我们这颗心，随时有一个所言，有一个原则，我要慈悲的待人，是不是？从慈悲心看到我不慈悲的心是贪嗔痴慢疑哪一种，再来调伏它。因为贪嗔痴慢疑所有烦恼障碍我的成长慈悲心的内涵，所以我以菩提心所含摄能够
正德不离心达到一种正量，正量就是不离心达到在内心正德的标准，叫做正量，这个才是我们所要修的。如果你有慈悲心，你的心都起心动念都是善，你要往生哪里都是不是会比较有几率比较高。下面我们来讲这个偈颂，我们刚才所谈到了，此意下此即下欠修诸佛所行下凡已随，是什么意思呢？此即下，此即诸佛常法以下的一段勉励，劝勉我们修行的话，叫做诸佛所行。只要是诸佛所行的法门，我们这些凡夫啊，下列的凡夫，下列指什么？我们是凡夫，应当随分随力的去修学，常随佛学。表示说你们都经常来听闻佛法，但是你听闻佛法，你要了解佛法的内涵，在你内心变成有组织架构，有个道之地，你内心呢所做一切呢是善还是恶，你要很清楚。如果是恶，你让恶不留宿不留业，你今天晚上就把它忏悔掉，你念个大悲咒把它忏悔。你不能只是念说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重生以意之所生，我今皆忏悔，没有力道。你要追悔，你要忏悔是贪还是嗔还是慢心所出现的嗔心。你跟你的交往为什么你要忏悔？是不是你内心有一种讲不过去的卡，过不去的卡，就你内心很在意，因为我做错事。你是不是要追到这件事，这件事背后是贪还是嗔所造成的？你要叫做我们讲菩提道次第观叫做势力忏悔的罪悔力，是不是？你罪悔到你要忏的，就理事要忏嘛。你说是这个理事怎么样，它不吻合真理，不吻合业果的，它都贪嗔痴慢疑哪一种烦恼，你认识你就把它忏掉，所造的业把它忏掉，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做的。但是忏悔能不能成佛？忏悔不能成佛，那成佛是菩提心呢？那你菩提心，但是你菩提心所要，你要修慈悲心，菩提心修不起来，表示你背后有一些理念是错的。那你理念错了，做了恶事，造了恶业，会障碍你成佛的心，那你就把它忏悔掉，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忏悔是用在怎么样，你这条路在走，你从北部开了车要到高雄，但是你一路就往高雄，往高雄就是你的目的地，就好像我房屋要成佛，为你有情愿成佛，就是我的目的地。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中，中间是不是有障碍物让你的车不能走？你的心行啊，菩提心啊，所含摄的内涵，你在走的时候，哎，我是不是就有障碍走不过去，没有办法证得菩提心？那你是不是要把它找出为什么没有办法证得菩提心？一定有你的观念错啊，这一点要把它忏悔掉。那我如果你的观念错，会不会造了很多的业，让你的心里面的感受呢很痛苦？那你很痛苦，会有自责心，自责心就是嗔心所现，那障碍到你菩提心的成就。那你是不是要把自责心给换下？那你要怎么换下呢？你思维我造的这个业是贪嗔痴哪一方面，然后再把它思维贪嗔痴慢疑对我有什么好处？好像没有什么好处。那既然没有什么好处，它只有让我堕入三恶道了的业而已，那我当然呢，我心对境呢，过去贪嗔痴慢疑所造的业要把它忏悔掉，从今呢啊，不再做，不再造作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业，是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的忏悔的时候是以菩提心所忏，你个人的忏哦，那个力道太小，你要菩提心所忏悔，那个力道才强啊，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藏系里面他们有一个佛法叫做，你要忏悔之前要怎么样？要皈依三宝，然后呢要观想诸佛菩萨显现于虚空之中，然后右边是父亲，左边是母亲，后面是冤亲债主，还有法界一切众，共同忏悔，临众而忏悔。哎，它里面有这条仪轨，好，这个是加以个别说了。所以呢，你就是佛人所说的法门，我们这个房屋呢，随分随地来学。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哦，
世超细吟，这个是在第四页的第一行。哎，我们那个陈琼路，我们那个是第几页？一般的南山里在叫贝兰，227页，好，227页。那我们再看哦，世超细吟，自论理法有三：一者口里，二区区头部之地，三头之地，是为上理。现在就引用这个自论，叫做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讲到礼敬佛陀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口礼，第二种就是膝盖呢弯膝，是不是就跪了？膝跪，那膝跪下去拜的，第二、第三种叫头之地。你在顶礼的时候，我们汉拜有两种，西藏的叫做大礼拜，我们这个就是什么一般拜。西藏那个大礼拜，它有根基，它是根据什么善台五十啊、善台童子五十三参，它是呢。像大树一样铺地，有没有？大礼拜，西藏是采取这一块。那我们汉地是什么？就是一般的拜。好，那首先我们来讲口礼。什么叫口礼呢？就用嘴巴来做顶礼。怎么用嘴巴来做顶礼呢？就是问候、打招呼，进来好吗？那如果在睡空间的人看到我说，哎。我如果我说进来好吗，他都走过去都没有反应，啊，我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反应，我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你看到啊？空性怎么都空嘛，对不对？什么都没有，啊，如果就这样学就错了。世俗地的时候就讲世俗地，那我们来探讨我们内心的心智空性，就讲空性，就以空性，你不能说呢否定的世俗地，啊，我跟你打招呼你说你看不见就是空性，那错的啊，那是错，空性不是怎么讲的。那口礼我们这样讲世俗地啦，口礼呢就问候，用语业来做顶礼，就是我看到长者，看到同学，看到所有，我就把它当成呢是我对敬用功的守严敬一个原则，打个招呼就叫做一个礼貌上的口礼。第二个叫做屈膝，屈膝就是跪下了，互跪，就是什么左膝盖跟右膝盖交互跪下在地上，这个叫屈膝。佛弟子呢，右膝着地，是不是先右啊，然后再左，是不是这样子？先右手啊，然后右脚，再左手左脚。就是这样拜。头不置地，这个是什么呀？它里面都讲得很清楚，它反而说我们一个礼拜分成三种，一种就是口礼，是不是打招呼？一个呢，你就是跪着，但是头呢不顶地，是不是？那我们佛弟子是不是第三个头置地？所以它分着呢，下品的礼敬是嘴巴打招呼，口业；中品的就是两膝着地，是不是？这是中品的礼仪。那第三种呢，就是头要置地，头要碰到地，这个是上品的敬礼。所以我们人体在印度当中里面，他们形容我们身体当中里面最高最顶的就是这个头顶，对不对？那如果呢头礼佛，以前在印度的时候我们最尊贵，哦，这个呢头顶啊会在佛的足下做顶礼，代表一种呢最恭敬的礼仪。降伏慢心，如果你去看普贤菩萨心愿品当中里面呢，七支供养，第一个叫做礼敬，降伏慢心，你会把你最尊贵的头顶把它放在人家的脚上，
是不是你把他姿态给换下来了？菩提到这里管路里面说，慢心如高山，滑水不入。哎，如果你什么都会，我讲话你会听吗？你不会听的。我们台湾人、中国人说忠言逆耳，那这个就看个人去体会。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地持当五轮置地坐立，我们再解释后面的，你在顶礼的时候头要置地。阿含吟，二左二七顶明轮也，一吟五体坐地。这里面都讲到五轮这两个字，什么叫五轮来做礼拜呢？地持经有讲到当五轮置地来做顶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在阿含经有这么解释。五轮什么叫做五轮呢？指两个手镯，还有呢两个锁镯呢，这个锁镯的旁边是不是圆形的？这个镯啊，哈、哦，所以叫做五轮，圆形的嘛，滚动的嘛。这边哈、哦、就是圆形的，两个膝盖，那个膝盖那个是不是圆形的？是不是像轮一样？还有我们的头部，头部是不是也圆形的？叫五轮，这个五个地方都是圆形的，叫五轮。名为轮，轮就是圆形的。用这五轮来顶礼佛，一吟五体投地，五轮就是五体投地，就是怎么样？你这两脚两膝盖是不是轮？两膝轮，还有手说就是这样子，还有我们的头顶地，就是五轮五体投地来礼佛，懂不懂？就讲这个就是怎么样啊？最恭敬的。最恭敬的礼佛。好，我再换一个页，我这个页已经讲完了，那我再换一个。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先正立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科判？就是设礼仪式，它分成引用三礼，还有显示五轮。那正式礼仪，我们现在来讲正式礼仪这个部分。啊，先正立矣，合掌右手牵一，七二七矣，次戒。两足，以所成足，然后顶礼，后起顶头，次左次七，以为次第。是什么意思呢？先正立矣，先端正，我们要站好站立，说摄我们的身业威仪，就是你要站好，让你的威仪就是很端正，不喜笑。你站好的时候，你心很专注，不左右跟人家讲话，就是站好，调整你的心态，调整你的动机。现在我们要开始礼佛，要礼佛之前要站好，端正自己，然后呢合掌，合掌之后呢右手牵一，牵一指什么？撩衣。我们出家人是不是有袈裟？撩起来，这样撩衣，不然你就会卡住，是不是？要撩衣、哦、就是这样子。那然后你撩衣的时候呢，七二七，就是你的右七左七，酸脚呢着地，是不是弯腰着地叫做七嘛？七就是弯腰，那七就是脚弯下来，然后呢二七，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在礼佛的时候是不是这样？一般我们是会先怎么样？
手着地，是不是？鸟一右手着地，是不是？右膝着地，然后右手着地，右膝着地，左手着地，啊，然后再头再顶。一般我们的次序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呢，就是说，然后顶礼，你的双脚双手就着地了。你刚开始先鸟一双脚双手着地了，然后呢，头都顶礼。啊，就是这样，这个就是礼拜。后起顶礼，那起礼拜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有次第？你头蹲起来，那你头起来的时候呢？你是不是右手先起来？右手着地啊，起来，是不是啊？右左手再起来啊，然后再先就是端正起来。这个呢就是次第，先下去，头是最后顶礼，是不是？那要起来的头先起来，后起顶头，是不是这样？好，这个很容易啦。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哦，支持是迎三社礼仪式中，出引三礼，口及言相审问，名下礼，七七即贵为中礼，头至地即即所也。地下是五轮。地池已通，故引阿含叙事五处皆言，故名五轮，视之即所，名为五体。轮则别指五处，体则通目一身。这个是不是在跟那个在解释上面那个以不同的这个来说明的？第三个设礼仪式呢，当中有分成三段，第一段引用三种礼。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呢，这个科判上面是不是有可三礼四五轮正式礼仪，是不是？哦，这个科判里面有写的，口及言相审问。第一种，比如说审问是不是说用嘴巴来做顶礼，就是口业，打个招呼，哦，或我见你，我们念佛人都哎阿弥陀佛，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就是下品礼，互相问信，互相审问。哎，最近好不好啊？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啊，身体之前不好，现在有没有好一点啊？啊，就是这样。啊，七呢，就是双脚跪下，那头置地，就是然后呢，稽首就是顶礼，稽首就是顶礼了，把头呢在拜殿或在地上呢停一下。不要太久哦。如果你顶礼换太久，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以前我们在寺院里面，我在拜啊，他好累哦，啊拜下去都不想起来，就睡着了，就昏沉了两好几秒，啊这个不好，这个是畜生相。你看那个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里面就会谈到这个部分，就是畜生相。所以你不要。顶了很久都不起来，哎，不要说马上都起来，也有可以，因为你要拜快嘛，顶了就马上起来，那表示恭敬。但你顶了一下，很正常就起来，你不要顶了就睡着了，眯了一下。哎，以前我就会有这样啊，他说太累了，懂不懂？睡不好啊，然后你在拜佛的时候，趁拜佛的小小的时间，眯一下啊，这样不好。好，那这个呢，下面我们再来看哦，我们都简单把它扼要来谈。地下就是地池啊，当五轮置地作礼，这个五轮来顶礼，我们刚才说的五体投地嘛，是不是？所以呢，这边就讲了四肢及所为五体，那身体呢有四肢，头一个点，叫做五体投地，可以称为五体投地。那轮则别指五处，这个轮与体呢的差别。这个林芝律师再稍微简略的说一下，轮呢，指身体的五个触手，就是手肘的轮，对不对？手肘弯腰这个地方是不是骨头这个轮？还有膝盖呢，就是双脚的膝盖的轮，还有头顶这个轮，这五个地方。体呢，指的就是身体，表示这五轮呢就在身体之上，这五轮都通于身体。跟通体是圆融的，跟身体是圆融的，所以呢，我们就
一个是别相，一个是总相。别相是什么？五轮，个别个别的轮，是不是？手肘的轮，膝盖的轮，这个是别相。那如果是整体，就是一个整体的五体，是不是？这个是总相。好，我们再往下来看，这样文字会比较清楚了。先下正事以礼，礼仪正立者，设身仪也；合掌者，定心想也。双掌相抵，指掌齐合，令连旦合之耳。七则先下后上，起则先上后下，故住因不相乱也。所成足者，书所养成，表尽之极。今年有结印者，不知法也。事衰法上，不是礼仪。后染此文，宜悉宜准。我们都不是初学者，我们学佛已经很久了，所以很会礼拜。但是这里面呢，再帮我们校正一下他礼拜的整个次第、整个过程，大家就在礼拜的时候就比较不含糊。先下指的是什么？先正礼仪，以下都是正式来指示礼拜的仪轨。正立呢，就要正立，就要站好，我们的身业要有威仪，是不是？要端正，不可东张西望。那你端正呢，你的心安立好。真的，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要礼佛的时候，我们心是不是有个所缘境，有一个原则？为什么要礼佛？恭敬于佛而礼佛，是不是？仰望于佛而礼佛。所以，我们端正我们的身业，然后合掌。右手，印度人认为右手是神圣的手，左手是不干净的，因为他们要吃东西啊，是不是？都用右手抓，不用左手抓，所以右手是干净的，左手呢是怎么样？是不干净的、哦、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仪轨啦。所以这个两手呢合在一起，代表不清净，还有什么神圣合在一起，称为合掌。但是人只有两只手啊，所以用手呢，一个是干净，一个是不干净。那右手呢是干净，左手是不干净，这两手合在一起的代表什么？不清净。但是呢，它还有一种叫做把清净跟不清净结合在一块，是不是？所以他们说神圣的合在一块叫做合掌，来表达人类最真实的一面。好，这个就是呢，我们所谈到呢，合掌呢令内心专注，不散乱，专注一意，对人有一种恭敬之礼。哎，我们现在呢很多啊，你看那个名人或者各方面，如果呢讲到好事的时候，或者是呢很赞叹的时候，就会合掌，对不对？我们在电视上也会看到，在 YouTube 里面也会这样。如果他是一个有宗教信仰，他自然就会合起掌来，感恩或感谢，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致意。好，下面有讲到合掌，它有什么好处呢？他说：定心想也，合掌也。可以安定我们内心的想念，切实这个身业可以说是我的意业。两掌相抵就是合掌，两手呢互相相抵触，互相接触。但是我们在合掌的时候呢，不要空心，不要说你看啊，这个手没有弄直，对不对？手指没有跟手指对，这个叫空心。那我们手指呢，最好就要把它紧，就是要紧密接触。那你紧密接触呢，会让我们一种意业的感召。什么叫做意业的感召？你看啊，你这样合掌下来，我们的心是不是安定下来？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好像是不是很散乱？那如果你把它弄下来，一直身业，身体跟所掌是不是身业？你这样很端正，端正了呢，你的心呢产生一种恭敬。所以这个合掌起来要放在哪里呢？放在这边胸前。那你放胸前的时候，是不是手呢，这个手指朝上，
不是要四十五度。你放在胸前要四十五度，你不要这样子。啊，以前我不懂，我都是要这样子，要这样子。以前啊，那个慈济不是做那个鉴真和尚吗？他们在中正纪念堂会有一个鉴真和尚，有一个世尊吗？而我就是被请去做鉴真和尚，又请世尊，这样啊，真错了。对啊，你看啊，他很自然，你这样子会很不自然嘛，你手就会这样。啊，如果你是这样，是不是很自然？换在胸前，那四十五度。这个我是照戒律讲的，因为这位法师讲的很好，我是照着他这个方面来讲。那你换在胸前的时候，它不高也不低，那看起来也不会感觉很严肃。那你这样的合掌被人看到的时候啊，很专业，人家呢对你就很恭敬，是不是？然后下面又说啊，七则先下后上，起则先上后下，是什么意思呢？七先则，七则先下后上，你合掌。下面都讲到拜佛了，你膝盖两膝盖下半身就弯曲了，我们脚是不是先下去先拜佛，是不是？我们刚才是不是说手脚就是我们身体先下，然后头顶在地顶，那起来的时候是怎么样啊？起则先上后下，你拜佛你要起来的是上半身先起来，然后下半身再跟着起来，你这样子是不是上半身，你的头是不是上半身先顶头，你起来是上半身头这边，所以代表上半身起来，那你后面呢再站起来，所以他就会讲七则先下后上，那起来的时候呢先上后下，成养，养成，养成是什么意思呢？养成就是说我们在拜的时候，我们心呢是恭敬而不杂乱，我们的身体就是五体投地，是不是礼拜，然后礼拜的时候起来我们都先起来，这个时候呢伸开手掌，就是养成指的是什么？这边的养成它是这么解释，就是向上来承接佛的脚，表示恭敬到极点，意思都是用头来顶礼，来接佛足，就是恭敬到顶礼，就是恭敬到极点啊，它是这么，它这养成是这样，仰望，然后呢城市，表示说我们对一个仰望，我们在礼佛嘛，那我们的手是不是在接佛礼，接佛足一样，有一种仰望之心，是不是？他这个仰成就是成就的城市，仰就是仰望嘛，就是用什么？用我们尊贵的头来接佛足，就是这样子。他是把这个仰成是这么解释的啦。今人指什么？现在宋朝的人拜下去，在地上有解手印，这个是不知道礼拜的方法。其实我们最好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五体投地，那五体投地你看我们汉地在拜的时候，是不是手会翻过来接佛足，懂不懂？是不是他告诉我们这个就是最合理的，不是在拜的时候在打手印，不是，我们是接佛足，两足尊嘛。好，后染此文，那我们现在在这边里面是一行的规则，就是以五体投地来恭敬佛，然后呢怎么样，就两手翻开，就养成来接佛足，是不是？这是最好的哦。所以这里面就讲到，那下面
要讲什么呢？下面说我们在对境在礼佛在恭敬佛的时候要用心，要用心，就是对境要用心。哦，我们所对的境界是谁？就是佛啊，我们要用身意意业来恭敬佛，是不是这样啊？好，下面呢我们来看哦，世超序云，自论云，若闻诸佛功德，心敬敬重，恭敬赞叹，知一切众生中得无过上，故言尊者，故言尊也。敬畏之心过于父母、师长、君王，利益众故，故言重也。谦逊畏难，故言恭。推其智德，故言敬；美其功德为赞，赞之不足，又称扬之为叹。啊，我们是以消文的方式，所以这个字不容易懂啦，稍微把它解释一下会比较清楚啦。以后你们在看南传那家的在家背南背心边就会比较清楚。那如果我把它讲快一点，有很多都把它像这个宠物我们就不讲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还是把字呢讲一下。那以后我们在复习在看的时候比较容易懂。所以这段文字引用什么自论，是不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它分作两段来说明。第一段先讲到总标，如果我们听闻到诸佛的功德，那我们的内心怎么安定？心敬尊重恭敬赞叹，就是说我们看到诸佛的功德，我们内心是不是要起升起一种恭敬，一种仰望之心，要赞叹佛，是不是这样啊？从字面上来说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尊重恭敬赞叹。啊，这个六个字呢可以分成三种来做解释。啊，第一种就是我们要恭敬，要赞叹，要仰望于佛，要跟佛学。那我们学佛是不是学久了会变成老油条，我就不能业大，佛就不知道跑到天边去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哎，我们刚开始在学佛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人，你学佛多久了？这样怎么？他说就会有一种，我们自然就会开口说：“你学佛是这样学的吗？”好像我们很厉害，对不对？别人不厉害，是不是？我们要去指导人家了。啊，这种是谦虚吗？还是不是？学佛的作风吗？还是不是？因为你讲这种话会让人家怎么样？听起来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学佛就是好好跟佛学，仰望佛的慈悲心，是不是？不是我变成了解了一些法，那我讲话就很不客气，这样不对啊。好，所以呢，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品德，我们的行为。所以第二个我们就会讲到什么敬重恭敬赞叹。那分成这三种来说明呢，敬重呢指的就是我们内心的恭敬，这个是属于呢内心引申出来的身业，身业就是身体的业，是不是？比如说我礼佛，我恭敬你，这个是身体的作为，这个叫做身业，就是威仪啦。赞叹呢是口业，啊，你长得好庄严哦！啊，礼佛哦，我看你非常的虔诚恭敬哦，我应该跟你学啊。对方听了会不会很高兴？这个是口业。一种就是尊重，我们刚才讲了尊重、恭敬还有赞叹啊，这个赞叹就是口业，啊，尊重就是意业，啊，恭敬呢就是身业，懂不懂？啊，这是三种来说明了身与意的威仪。那下面呢讲到知一切众生中，了知一切众生中，九法界当中得无过上。这个是讲到九法界，九法界是讲什么？这个九法界我们讲十法界嘛，是不是？佛下来是不是要有九法界？比如说我们都十法界，是不是把佛抱在里面？哦，六道嘛，还有声闻缘觉菩萨嘛，这是九法界嘛。那，啊，如果佛加上去就是十法界了。好，
敬畏之心，表示说九法界的众生呢，对着佛呢就讲都非常的恭敬，是不是这样？所以超过对于生长，对于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师长、我们的恩人，表示说德无过善。我们九法界的众生呢，我们的功德都没有办法去超过佛的一切功德，是不是？故引众者，所以我们要特别重视这个众者哈，就是特别的重视佛陀，还有重视我们的父母，还有重视我们的恩人等等。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里面，如果没有父母，我们不可能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因缘呢就是这样。那既然我们的父母让我有机会来娑婆世界，让我学佛了，所以我对我的父母、我的师长，我们都很恭敬。这个呢，我们来学佛，我们要对佛更恭敬，因为他是属于出世间的，带领我们走出了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师长。所以我们的身语意业都要恭敬尊重赞叹佛。那谦逊畏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对着佛陀的时候要表现出谦虚、心难、信难，还有畏难。而畏难呢是什么？畏怕困难。成佛了是一件很难的事，往生是不容易，要跟佛呢的法结合在一起，才能够说我们经常讲感应道交难思议，是不是？自己这意思呢，谦虚信难畏难，就告诉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要非常的谦卑，要有包容心的谦让，是不是？不怕困难，然后呢要恭敬。那恭敬佛是我们诚实于佛，恭敬于佛，赞叹于佛。但是我们除了佛以外，要不要恭敬所有人？你对所有人都不恭敬，你对佛在三宝殿他很恭敬啊，不要骗我的啦，是不是？表示说你的恭敬不普遍啊，你对敬就失败了。而我们现在不是经常讲说，哎，你们是未来佛啊，如果你是把人家当成未来佛，那你是不是要更恭敬？所以呢，他这里面都讲到恭敬，我们对所有人要恭敬，对师长要恭敬，对佛要恭敬，说父母亲要恭敬，说长者要恭敬，说所有人都要恭敬，对生命的主体，所有六道的众生都要恭敬，你才能够包容一切众生啊，是不是这样啊？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点。所以身与意对佛恭敬，佛要你恭敬吗？佛是有慈悲与智慧，我们恭敬佛，那佛呢是恭敬一切众生，那我们是不是要跟佛一样来恭敬一切众生？为什么要恭敬一切众生呢？因为众生让我对敬，让我发脾气，他我把我脾气的嗔心给勾出来，像鱼钩一样把我勾出来，让我看到我有这样的脾气，我才能够认识我的脾气，认识我的烦恼，我才能够调伏烦恼了。所以从修行者的角度来看，这些众生让我发脾气的是不是我的恩人？是不是啊？是啊。我今天在上课的时候，我在上菩提道次第广通的色摩他，那我们里面有一个同学，卢孝法师，我说什么事？我经常骂我的先生呢，他让我很不舒服。我说你会骂得很快乐？他说有点快乐。有没有？他没有反应我就快乐，他如果一反应我就越骂都越嗔心。我说这种嗔心我会让人快乐，但是你是不是经常骂？因为我看不爽就骂。我说你要小心临终的时候堕入三恶道啊，因为你没有临终堕入三恶道，那你这个家庭你看到你也会很生气，你都不快乐。
这个快乐要去制造的是善业感的快乐，恐怕你的你一直排斥人家负面的，你当然就不快乐啊。本来你的先生想要喝一杯咖啡，哎，告诉你说你买这个咖啡给我很好喝，但是你骂他的时候，他连咖啡都不喝了，站到你的机会都没有了。他说是这样子，我说对呀、啊，你心对心，你不知道你在起烦恼吗？他说我都没有感觉，我跟那我来维护我们家庭的和平，和平就是要听他的就对了啦。以前我遇到有一个什么，一个那个医生的太太，在我那边听，医生夫人，夫人，他说啊，卢嘉华，我说我听你的课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慢性很大。我说怎么知道？哎，我自从结婚以后，我都在掌控这个家庭，掌控我的先生，掌控我的孩子，掌控。现在我已经快80岁了，我还在掌控。哦，我为什么你要掌控？有地位啊！哎，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慢心的定义叫令心高级，令心高级就把自己的身份抬得很高。你我之间，你不要跟我比，我是一定比你行，是不是？但是我比你行都没有关系哦。我背后有一个控制意，这样控制你，啊，完蛋了。慢心就是这样啊，那你们不相信，你们回去可以对镜看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稍微收敛一下，放松一下，你会过得很快乐。所以呢，这个叫做怎么样啊？我们对佛要有恭敬，要有赞叹，我对人要有包容，要有谦让，是不是？要慈悲。所以推其智德，推崇佛陀的智慧功德，叫做恭敬，叫做敬仰，升起恭敬之心。口业呢，是来赞叹美其功德为赞，赞叹佛的功德，这个叫做呢赞叹，又称扬之。又称扬之，指我们的身语意业，我们的口业来赞叹佛的所有的功德。好，这样各位很清楚吧？那你赞叹佛，佛已经成佛了，他在意这个东西吗？他是佛对人就是本来就是恭敬赞叹，对所有众生都一样。但是我们面对的众生有这样子吗？我对我们的先生，对我们的太太，对我们的友人，对我们的亲戚朋友师长们，有这样子吗？好像没有耶。那你没有，你说要跟佛学，你一天到晚在讲妄语，你说是不是讲妄语？如果检查出来我们的身语意业，当下我们都在欺骗自己。所以我经常会讲菩提道次第观，都会讲到怎么样，我们是烦恼的仆人。诶，各位 有感觉吧？诶，你该生气的时候，你该生气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情绪？我也一样啊。诶，卢小宝，这你很会讲啊，你有没有做到？我说我做不到。诶，不容易做啦，但是你非做不可啊，是不是？你再怎么做，你再怎么样，你还要谈修行是修改内心的行为啊。啊，我内心有嗔心，我有排斥，我有掌控意，我内心是不是要慢慢来？一下改不可能，但是慢慢对镜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所以佛呢，他有智慧，推其智德。佛有智慧，他认识了烦恼，把烦恼给调伏，甚至把烦恼给断掉。他是降服烦恼、断出烦恼的大英雄。所以你们到寺院，你是不是写大雄宝殿？大雄是这么的大英雄啊！我要跟烦恼战斗啊！但是我不认识烦恼，你说谈修行？你每天去拜佛，每天去做功德，你在做什么？我也搞不清楚。修行是没有那么复杂，就修改内心的行为，没有慈悲把它变成有慈悲，没有智慧变成有智慧。而智慧的因在哪里？听闻佛法，你产生了智慧，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不会很复杂，把它弄自己弄得精疲力尽，做了很多事，做了很多义工。不是做义工不好，你做了很多事，你哪有精神去思维法的内涵啊？那你做那么多的功德要干什么啊？你是不是要回向找一个善知识，听闻佛法，开启智慧，
你才能够把以智慧呢跟你的福德二资粮把烦恼给断掉。你的目的是不是要成佛啊？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你持戒念佛，你要不要成佛？也是要成佛嘛。那你成佛是你说的吗？你到那边就会成佛吗？但是你在因地，我们在现在这个环境当中里面，你也不听闻正法，那你对心也不调整你的内心，你也没有皈依法，那你怎么解脱啊？不可能的嘛。你到了阿弥陀佛那边去，你要不要解脱？还是要学什么一切法的正知见，二谛的内涵，是不是？那你这边不学，你到那边再学，啊，这不是很奇怪？那如果你这边学，那再来念佛，是不是就有力量？因为你对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你更能深信，深信业果，如是因感如是果。好，我们再往下来看哦。又云：执佛福田也，执位专心兼着也。虽以一善礼诵香华等，自佛无尽，由自胜故。这个又引指什么？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当中，里面又说到：执位专心兼着，是什么意思呢？执就是有一种栽培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你要栽培的时候，你的心要很专一，就是专心，而且呢要很坚固，要很恭敬。你对一件事你要训练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很专心很坚固？你不能做一下停一下，你不能是这样啊，三心两意的啊。有一些人在解释说，有一种人很厉害，我来跟你讲话，我也去煮饭炒菜啊，然后又在听电话，又在回答问题，有没有这种人啊？这个是可以，但是这个在修学法是不行的。一心不能三用，一心不能好几用，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因为那个是处理事情，但是如果你要专心，是不是要专心，你才能够说专研。所以呢，我们在学任何恭敬的时候，我们对佛恭敬是不是一心一意，就撇除我们的专心，而且要很坚固很恭敬，这个是不是随顺于止禅定的定，就专注力。你有这样的专注力，一心一意，你撇除的福田的方式呢，你对佛的恭敬是专，就是自心虔诚恭敬。这里面所说呢，撇执，我的心不散乱，能够专心，能够坚住，而且很恭敬，对佛是一心一意的恭敬。那如果你平常有专心，你要禅定是不是很快？因为它随顺一定，所以我们说真藏谢随，真上定随，真上慧随，它是一个次第。所以我们刚才讲开讲的时候呢，前六度，六度不思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前四度就是定，就是尽力，就是禅定的因，懂不懂？你要布施，是不是好好的布施，专注你的悭贪心，然后来布施呢，令众生离苦得乐。啊，回向是不是专注？我以众生成佛道，是不是？就是专注。那你要持戒，你看啊，我们都六度当中，每一度都有六戒，就有六度，就是六六三十六度。我在布施的时候，里面是不是有怎么样？有禅定在里面，有专注嘛？随顺你禅定。我对镜在看到我的悭贪心，或没有悭贪心的布施的时候，是不是智慧在减长？是不是？那我持戒呢？持戒是怎么样？因为我以布施这个原则叫做戒法，是不是？六度当中，每一度各有六度，就是六六三十六度，把它分开来看就是这样子的。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啊，要讲快也讲不快。好，那、这样讲会大家对文字上那个消文也会比较清楚了，所以不急了，我讲到多少就算多少哈。好了，我们来回向，一起念：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声，不退菩萨为伴侣。